接着来看下考点九 PPP 项目合同的账处理。其实呢，这个考点本身也属于考点八当中的特殊交易或事项，而特殊之处在于交易对手方属于政府。那什么叫做 PPP 项目合同呢？举个实例解释一下。咱们企业今天接了一个大单，帮助客户去构建高速公路、市政道路、城市供水、供暖、供气、配套设备等相关资产，这些资产一般呢都是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而交易对手方这一个客户正好是本地的政府，这就是 PPP 项目，企业和政府就当地基础设施建立的合同。但是呢，关于 PPP 项目，这三个 P 其实本身就是三个英文单词缩写，这三个英文单词指的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正好这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都是 P，所以说我们统称这个事项叫 PPP 项目合同。而我们针对这一个 PPP 项目合同，我们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才能按照我们接下来的讲解来进行账处理。这四个条件分别是两个特征，两个控制。来看一下哪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一般情况下，我们企业帮客户构建相关的资产，等相关资产构建完了，我们企业是不负责相关资产后续的运营。比如说，我们企业帮客户构建一个高速公路，构建一条马路，一般情况下，马路建好了，后续我们不负责马路的维修管理。但是在 PPP 项目当中，一般情况下，我们企业不光帮政府去构建这一个基础设施，后续还帮政府去管理这一个基础设施，这第一个特征，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一般情况下，我们企业帮客户办事情、构建资产，一般都是客户取得资产控制权时，我们企业就应该向客户收取相应的款项。客户即使付钱时点可以晚一点，我们给予客户一定的试用期，但是不可能说，我帮你把资产构建好了，你要过个5年10年再把钱给我，这个不现实。一般情况下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在 PPP 项目，我们帮政府干活，构建相关的基础资产。但是呢，政府什么时候给我们企业钱呢？支付我们企业干活的对价呢？一般是在基础资产未来运营期间，政府才会通过某种方式给予我们企业相应的补偿，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双控制，其实也就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双控制当中的第一个条件，我们刚讲过，这一个项目等构建完成之后，也是由我们企业进行代运营。那既然我们企业代运营，那运营相关资产的政策谁制定呢？向谁收费？收多少钱？什么时候收？谁定？我们需要满足一个条件，政府来制定相关的政策，我们企业仅仅是代运营。下一个，我们企业帮政府构建相关的基础设施，构建完了还帮政府代运营一段时间。但是当合同期结束了，假设代运营待10年，10年之后这一个设施需要归还给政府，也就意味着我们企业帮政府构建这个马路、这一个道路、这一个设备，所有权不属于我们企业。原因在于，等我们代运营结束之后，相关资产还要交还给政府。只有当企业与政府签订了合同，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我们才会按照后续的账处理推进下去。如果说有任意一个条件没满足，该怎么办？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可能是租赁，有可能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无偿赠与，也有可能是一个正常的购销业务，都有可能。该怎么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作为我们初考考试，同学们，作为初考考试，考题当中肯定是同时满足双特征和双控制。原因在于，我们该考点就考试，同学们满足双特征、双控制的 PPP 项目的账处理。这些如果不满足一个条件，属于实务当中的判别内容，同学们不需要
过多的关注。所以说，考试的时候有可能考个选择题，就考这个双特征、双控制是什么。你们只需要把这四句话多看看，考试选出来即可。如果考主观题，会有一个相关资料告诉我们这一个项目会满足这四个条件。以上是关于我们 PPP 项目的相关概述。什么叫 PPP 项目的合同？PPP 项目合同总结一下，就是企业和政府签订的合同，企业帮政府干活，去构建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只不过呢，相关基础设施构建完了，我们企业还需要帮政府运营。我们企业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补偿呢？在相关基础设施在未来运营期间，我们企业获得补偿。这个设施的运营，我们要听政府的话，运营完了，设施还给政府。这就是我们符合条件的 PPP 项目合同。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醒同学，来看这里，频繁出现一个名词叫社会资本方。从考试角度非常简单，社会资本方就是咱们企业甲公司和政府签订的合同，帮政府干活，去构建一条高速公路。但是呢，在实务当中非常复杂，有可能甲和乙，乙是政府，甲乙我们一起成立一个项目公司，一个丙。然后呢，丙公司和政府去签订这一个合同，帮政府去构建这条高速公路。然后呢，实务中这个丙也有可能把这一个构建高速公路的工作发包给甲，也有可能自己干。总之非常非常复杂，但是作为考试非常简单，不用考虑这种情况，不用考虑实务中的情况，我们就以最简单的情况来梳理。甲，我们和政府签个合同，帮政府干活，去构建相关的一个基础设施。因此，考试的时候，我们会计主体这个甲公司肯定属于主要责任人，不可能是代理人。那关于会计主体属于责任人还是代理人的判断，也不需要同学们掌握，也是实务当中的内容。实务中，我们真的需要去判断和政府签合同这一方是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但考试很简单，我们肯定是主要责任人，相关考题应该会作为一个默认条件告诉各位同学们。接着，那针对符合这四个条件的 PPP 项目合同，我们企业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呢？在讲解账务处理之前，我先画个图，帮同学们再加深对概念的理解。甲和乙，乙是政府，签订一个合同。甲首先需要帮政府去构建一个资产，蓝色部分，这是一个构建期，可能要花很多年，因为一条高速公路，一些基础设施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构建完毕的，可能好多好多年，构建期。而构建完之后，我们甲公司不能拍拍屁股走人了，还需要帮政府去运营这一个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公路，帮政府去管理、维护、维修、收费。那思考一下，站在甲公司视角，我们企业接了这个合同，是不是意味着在项目构建期我们会花钱，在项目运营期我们企业也要花钱？因为这个运营也需要成本呀。箭头往上代表我们企业的支出，这些箭头代表着我们企业针对该 PPP 项目合同的成本发生，构建期会发生成本。运营期也会发生成本，那我们企业什么时候收回相关的对价呢？来，PPP 项目其中有个特点就是，我们企业会在项目运营期收到相关干活的对价，这个钱是在这个期间收到的，并不意味着我们企业构建资产期间会收钱，不会的。如果说我们企业在构建资产期间会收钱，意味着这个项目不满足四个条件当中的，来看一下第二个，我们就不能按照后续的账务处理进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同学们需要考虑的范围。接着，那我们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这个账务处理是统一的账务处理模型吗？还是说需要分类？来，账务处理需要分类，而且分为三类。我先讲分类的依据。分类的依据是这里，在项目的运营期间，谁给我们企业钱？
根据谁给我们写钱，我们可以将 PPP 项目合同分为三类。注意一下，这的分类是会计视角下的分类，有助于我们进行后续的账处理。第一类叫做无形资产模式，指的是在项目运营期间，这个钱是最终消费者给的。我们企业不是帮政府去运营这一个资产吗？假设高速公路，那高速公路上通行的车辆需要支付相关的高速费，这个高速费给谁？直接给我们企业了。我们企业会在项目运营期收钱，这个钱是最终消费者给的，从头到尾，项目一共10年、20年，政府没有给一分钱。这个钱是高速公路自己产生的现金流，给予我们企业了。那如果说属于这种情况，同学们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将其称为无形资产模式的 PPP 项目合同。先分类，等一会解释。然后第二类，那如果说我们企业帮政府去代运营这一个高速公路，运营期间，消费者会给钱给高速费，这个高速费我们企业代收，需要移交给政府，也就意味着我们企业没有从消费者这里收钱，相反，政府呢会在我们企业运营期间每年给我们支付相应的款项。这个款项一方面是我们企业帮他盖高速公路的款项，一方面是我们企业帮他运营高速公路的款项。总之，这些钱干活了，同学们看，干活了。这里干活了，这个钱政府呢会在项目运营期间支付给我们。这个绿色的箭头是政府给我们的钱，原因在于我们运营高速公路，消费者给的钱我们是代收，我们要转给政府，然后政府每年给我付固定的钱。如果是这种情况，同学们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一个 PPP 项目合同称为金融资产模式。第三种模式最复杂。我们企业既向最终消费者收钱，然后呢，政府还给我们一个保底的费用，而政府说我保证你在运营期间一共收到5000万。那如果说在运营期间，我们企业向消费者只收到了1000万，这个差额谁给？这个差额政府给。那么意味着我们企业在运营这一个资产期间，消费者给我们钱，政府也给我们钱。双方都给钱了，那这时候我们称为这个模式叫混合模式。哎，来思考一下，那为什么会有这三种模式的产生？原因在于不同的基础设施产生的现金流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企业帮政府构建的是一个高速公路，这个高速公路在未来运营期间，每年都可以赚钱，赚得盆满钵满，可以收好多钱。这些钱政府作为支付我们帮政府干活的对价，直接给我们了。消费者给钱，政府不要，全给我们了。这些钱完全可以弥补我们企业为政府干活的成本以及合理的利润，所以说会有第一种模式存在。但是呢，同学们思考一下，我们企业帮政府有可能构建的这个道路不是高速公路，是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你思考一下，二环、三环、四环、五环这些车辆在上面跑，不收钱的。来思考一下，你帮政府去建路，后续帮他管理这些道路，结果呢，车辆在这个道路上跑，咱们企业收不到钱，哎，你干不干？你肯定不干。由于有些同学们，有些我们企业帮政府构建的基础设施本身产生不了现金流，我们根本就不能找最终消费者收费，该怎么办？政府不能说让我们企业白干活呀，所以说在相关项目运营期间，给我们企业支付费用。这种情况，有些实务当中的案例是，我们企业帮政府干活，构建的这一个基础设施会产生现金流，但是非常非常少。假设运营期间现金流只有1000万，可咱们企业帮政府干活，光成本就3000万，哎，你干不干？你肯定不干呀。所以说，政府给我们一个保底，说最少给你3500万。哎，我们一算，成本3000万，政府保底了3500万，意味着我们可以赚500万。我们干，然后这3500万呢，有1000万是消费者给的，这个差额政府给。这就为什么，同学们为什么？
我们企业在运营这一个基础资产期间，有不同方会给我们企业钱，有可能消费者给，政府不给；有可能消费者不给，政府给；有可能双方都给，源待于不同的基础设施产生的现金流不一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接着讲本质，刚才呢是一个简单的应试梳理。当然呢，除了这些不同点以外，甭管是哪一种模式，这个设施都是咱们企业建的，也都是咱们企业代运营的。包括等合同期结束，我们企业需要把相关资产归还给政府，这些都是打勾的。源在于如果同学们源在于如果这三个不满足，意味着是不满足我们 PPP 项目合同的四个条件的，因为四个条件。当中要求我们要替政府去代运营，而且要归还相关的资产。那只有这最后一个，在项目运营期间，这个钱谁给？总之会有人给钱，意味着只要有人给钱，我们满足 PPP 项目合同当中的双特征。第二个，但这个钱谁给，决定着我们项目的分类。好的，解释完了，真的要讲咱们的这一个本质了。这一个无形资产模式。我们透过形象看本质，相当于我们企业帮政府干活，去构建一条高速公路。政府没有给我们企业钱，给的什么？该笔交易的对价是非现金对价，是一个特许经营权。我们企业帮政府去构建这一个高速公路，政府就给我们企业一个东西，高速公路的特许经营权。我们企业可以在高速公路构建完毕后，N 年之后去运营它，源自于谁都知道，高速公路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如果说不考虑成本，就每年这个车呼啦啦呼啦啦跑来跑去，一直都有钱进账。所以说，谁可以经营这个高速公路，不考虑高速公路的一个构建成本，谁可以经营它是100%赚钱的。而政府呢，就看中这一点，告诉我们企业，你帮我去建这个高速公路，这个建高速公路的钱我不给你了，相反，我把高速公路未来 N 年的经营权给你，而这个经营权就是该笔交易的什么？该笔交易的对价。所以说，无形资产模式相当于我们企业给政府干活，干的这个活就是构建这一个高速公路，而政府支付的是这一个高速公路未来的经营权，也是一个特许经营权。所以说，我们企业应当将政府给予我们的这一个特许经营权确认为无形资产。大白话就是，我们企业给政府干活，政府应该给我们企业钱，但这个钱我们不要了。政府给我们钱，我们不要了。为什么不要呢？因为政府给了我们一个该公路的特许经营权。就为什么它叫无形资产模式，源在于这一个模式下的本质，这个圈的本质是政府给予我们企业特许经营权应该确认为无形资产，第一个模式。第二个模式，那什么叫做金融资产模式呢？首先，在金融资产模式下，政府并没有给予我们企业特许经营权。同学有疑问了，说老师，你看金融资产模式，我们企业也运营这一个高速公路呀，为什么没有获得特许经营权啊？原因在于，在金融资产模式下，我们企业只是代运营。高速公路产生的现金流，消费者给的钱，我们企业是代收，这个钱还需要归还给政府。所以说，在金融资产模式，这个事项很简单，就是我们企业给政府干活，干什么活？帮政府去构建这一个高速公路，帮政府去管理这个高速公路。但是，为什么叫金融资产模式呢？原因在于，我们企业在帮政府干活时，给政府提供了一个融资服务，金融资产模式，金融资产，金融工具，金融工具的本质是什么？想想我们之前章节的讲解，金融工具的本质是资金融通。所以说，金融资产模式下的 PPP 项目合同可以看成我们企业为政府干活。来看一下，我们企业为政府干活，干活，干活。两个活，一个是构建，一个是运营。但是呢，我们给政府提供了一个融资服务。你看，
正常情况下，我们企业给政府干活，是不是有权利收取款项？但是这个款项，政府会延期支付，它会在项目运营期慢慢的支付给我们，而且支付的钱要大于我们应收的钱。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晚支付款项给我们，我们给政府提供了融资服务，政府支付的款项，除了本金以外，除了我们替政府干活应该收取的款项以外，还包括利息。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个模式叫金融资产模式。第二个模式其实本质上也很简单，就是我们企业给政府干活，要确认主营业务收入，然后呢，政府应该给我们一些钱，在这个钱呢，政府晚一点给我们，而且付的更多，因为晚一点它需要支付对价呀，对价就利息，这就是金融资产模式。而混合模式就两种模式的结合，我们企业给政府干活，一方面给政府提供了融资服务，另一方面政府还给了我们企业相关高速公路、相关基础设施的一个运营权。只不过混合模式非常之复杂，我个人认为，从考试角度，注会专业阶段考试角度来分析，这个模式可考性偏低，源自于考选择题。这个模式信息很多，一个题目根本承载不了混合模式需要的信息。你考综合题，你真的考了一个综合题，一整题全是混合模式，我认为没有意义。原因在于，一方面它逻辑非常复杂，非常难；另一方面，计算量非常非常非常大，计算量你没有个把小时，你算不出来。一个综合题你算一个半小时，这个考试还考什么呀？它考试考的是会计思维，不是计算能力。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混合模式从考试角度性价比偏低。考试要考的话，考无形资产模式和金融资产模式，考察的概率更高。所以说，关于混合模式，小曹老师在我们必修篇我就不讲了，相关内容我放到选修篇章给同学们讲解。你有时间可以去选修篇听一下，我唠一下关于混合模式以及相关的例题。如果没有时间，选修篇也可以不听，我们重点掌握无形资产模式和金融资产模式相关的账户处理。我觉得他俩今年考试概率很高，混合模式真的太难了，太复杂了。即使你学懂了，同学们，即使我讲完了，你听懂了，做题你也做不出来，源于太复杂。这是我们关于后续讲解三种模式的一个简单梳理。本质，无形资产模式，政府没给钱，给了一个特许经营权。第二种是，政府没给钱，政府后续给钱给利息。第三个混合考试考得很少，我们选修篇详细展开讲解。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官方教材对这三种模式的一个定义解读。摁一下，同学们摁一下暂停键，自己读一遍就好了。因为我刚才已经从本质、从实质上帮同学们解释过前两种模式的性质了。这个仅仅是官方的一个解读，看起来非常晕。那接着呢，我会针对无形资产模式以及金融资产模式，给同学们展开讲解相关的账处理以及例题。这个混合模式就不讲了，有兴趣可以听一下别的老师课，或者说等我的选修课。来，先来看无形资产模式。无形资产模式账处理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我们基础设施构建期间，第二个是构建好这个时点，第三个是运营期间。我们逐一来分析一下。首先来看一下构建期间，我们企业帮政府构建相关的基础设施，假设就是高速公路，帮政府干活。干活这个活，题目一般会告诉我们属于时段性履约义务，因为构建个资产嘛，时段性履约义务。来思考一下，属于时段性履约义务该怎么办？按照履约进度来确定每一个期间的相关收入，原因在于相关资产的构建需要花好长时间，肯定要跨期，不止一年。我们要分期确认收入。这个履约进度呢，我们可以根据当期已经发生的成本除以预计总成本，按照成本法来算出，然后呢乘以交价格。哎，思考一下，那我们企业为政府干活，构建这一个高速公路，那干这个活交价格多少钱呢？来，按照我刚才讲解的本质，在该模式下，企业给政府干活，构建高速公路，政府给的是什么？政府给的是一个特许经营权，
这个特许经营权属于什么？属于非现金对价。既然属于非现金对价，按照我们之前课程的讲解，非现金对价应该按照合同开始该非现金对价公允价值来计量交易价格。但是，该事例当中，政府给予的特许经营权共价值无法计量，因为这个东西谁知道未来能产多少钱，无法计量，该怎么办？课上也讲过，非现金对价的共价值无法计量。我们按照企业向客户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来计量交易价格，有没有印象？之前课上讲过。所以说，我们企业帮助客户构建相关的资产，应该确认交易价格。其实就是向政府提供的这一个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单独售价怎么确认？课上也讲过，有直接观察法、成本加成法、市场调整法和阈值法。而在 PPP 项目当中，一般呢采用成本加成法来确定交易价格，也就意味着用成本加上一定利润，二者之和就是交易价格。那考试的时候，这个 A 这个主业有收入。这个交易价格就是用成本 B 乘以一加相应的毛利率，约等于成本乘以这一个毛利率就是利润。总结一下，我们企业在构建相关资产的期间，我们如何确定交易价格呢？按照我们企业向政府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来计量，这个单独售价用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也就是成本乘以一加上相应的毛利率来确认交易价格，而这个交易价格需要在构建期间将其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借方借什么？借方借合同资产呀，因为等于活干了，有权利收取款项，以及我们企业发生构建相关基础设施的成本，应该先通过合同履约成本核算，后续确认收入时结转到主营业务成本。这个呢，和我们之前讲解合同结算那个例题很相似。再继续，又来了一个特殊内容。假设我们企业在构建相关基础设施期间，我们构建这个设施，这个高速公路需要花好多钱，这个钱我们需要投入成本，这个钱怎么来的？如果说是我们企业借的，我们企业借钱去构建这条高速公路，借钱产生的利息。该怎么办？思考一下，根据我刚才点的本质，我们企业在构建这条高速公路期间，是不是就是我们企业在获得无形资产期间，也就是我们企业在获得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期间，是不是？因为我们和政府有协议，政府什么时候给我们企业特许经营权，等我们企业什么时候把这一个高速公路给构建好了，所以说我们企业在构建高速公路期间，其实就是我们企业在获得特许经营权这一个无形资产期间，也就是我们企业在构建这一个无形资产期间。那如果说我们企业在构建这一个无形资产期间，构建这一个特许经营权期间，发生利息，这个利息该怎么办？这个利息满足资本化条件，我们也可以将其资本化，约等于构建无形资产。这个无形资产构建期间一般要超过一年，所以说满足资本化条件。那如果说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利息，我们将其先计入到 PPP 借款支出，未来等我们企业获得特许经营权时，将其转到无形资产。如果不满足，直接费用化，将其计入到财务费用当中。啊，总结一下，这里在于我们企业帮政府构建这一个基础设施，构建这一个高速公路。先明确一点，这一个高速公路不属于我们企业的，我们企业不拥有对高速公路的控制权、所有权，都属于政府。但是呢，我们企业在构建这一条高速公路期间，其实就我们企业在获得这条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期间，所以说构建高速公路可以看成我们企业获取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这个期间。所以说，我们在构建高速公路期间发生的利息，就可以计入到我们企业获取无形资产、获取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的成本当中，可以资本化。有点绕，但考试很简单。考试
看到无形资产模式在构建期间发生的利息。题目说这么画你就这么画，不能这么画你就废话就好了。就这里考试会直接告诉你资本化还是废话。你需要知道的是，资本化的话记录的这一个科目叫 PPP 借款支出。以上呢就是我们无形资产模式项目构建期间的账处理。总结一下，首先构建期间我们企业帮政府干活，去构建相关的基础设施，有权利确认收入，同时还要计算成本。只不过呢，这个钱我们先确认为合同资产，如果发生利息我们可以记录到资本化相关的科目当中。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来看一下，等到高速公路构建完毕了，我们在构建期间有权利向政府收取的款项合同资产，政府会给我们吗？会给吗？不给。政府不给钱，给什么？给一个特许经营权。所以说我们将有权利向政府收取的款项通过贷方结转。原本正常我们企业有权利向政府收3000万借合同资产，但现在政府这个钱不给了，政府给了一个该高速公路的未来特许经营权。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3000万没有了，变成什么了？变成特许经营权的成本了，记录到无形资产当中。同时呢，还需要将我们购借期间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利息也将其记录到无形资产这一个特许经营权成本当中，刚才解释过了。这是我们关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的账务处理。接着，那高速公路盖好了，我们企业获得了该高速公路的运营权，该怎么办？我们企业可以运营这一个高速公路，有权利收买入钱。好吧，下边剪一下。接着10.2之后，就是我们企业有权利去运营该高速公路的期间，也就是项目的运营期间。那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呢？来思考一下，我们企业已经获得了该高速公路的运营权，那意味着在运营期间我们企业有权利收买入钱，向从高速公路上通行的车辆收取高速费。这个高速费给谁？政府说了全给我们，因为等于我们有特许经营权啊，这个钱给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借银行存款，这个钱是消费者给我们企业的，我们企业应该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相当于是我们企业运营这一个高速公路产生的收入。而这个金额，这个 E， 题目当中会直接告知当期消费者给多少钱，这个钱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就属于主营业务收入。需要注意了，这里的主营业务收入指的是我们企业运营这一个高速公路产生的收入，而 10.1 这一个期间产生的主营业务收入指的是我们企业帮政府构建相关基础设施产生的主营业务收入，二者不一致。接着，那相关的高速公路政府说承包给我们了，我们自负盈亏，那高速公路也会发生成本呀，各种维护成本也是由我们企业承担，我们也需要记录到主营业务成本。只不过呢，先通过合同履约成本来中转，期末转到主营业务成本当中，以及在运营期每个期末我们需要摊销什么？摊销特许经营权的成本。假设特许经营权成本8000万，我们有权利这8000万，假设不考虑，同学们，假设不考虑借款费用，这个8000万就是我们企业帮政府干活，帮政府去盖这一个高速公路，构建这个高速公路有权利收取的8000万。但是这8000万政府没有给我们，给了什么？给了我们未来8年经营高速公路的权利。那你思考一下，那这8000万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企业每经营1年相当于耗费我们企业成本多少钱？1000万呀。所以说我们需要将这一个无形资产成本在相关基础设施运营期间摊销到主营业务成本，这是我们企业可以去经营这条高速公路发生的成本。以上呢属于无形资产模式我们在3个阶段发生的账务处理总结。